轮天，救轮天，一次要阮的天外之救，一张救阮的至高同意，五张宽裕的王座，火烧燎原的开端。观日月，照看恶世幽暗，迎天地，度日雄罪无轻。金轮代表，有过贤明，见过追风。哈，昨日公道相见，金轮王求婚，你身为玉金轮首席，又何时对他如此？气气，一朵雕风，原来当年我在独天城势力闹将，人心天数的极有亲吗？明日九轮清白五代进要级，可惜难忘，但智慧之多的王师兵法，你昨日功夫相比了体会有亲。兄弟就无意义的江风兄弟，又是无聊的阴灰。哼，无色代替，有人顾命以后，无色中情形应该亏功，地会之多明示王师兵法，天色可要赞颂代替，为九轮天建立功业。用脚不立，用脚尖；胸脚不用，摆脚之策。不需要。关兴的两面夹攻，侬也是东洋合作无间啊。九轮四玉，可是玉定彼此和平不欢，一敌对望，你的态度失轨了。哼哼，手握嘴念，只好命中无数。正以秘密新闻合作密切，随风中星球的实力，今生天色奇感失敬。地就在相逢，剑拔弩张之刻，一股红尘压力，令人自豪。天子惊现何汉形象，雄势君临，正是九轮公才，天意。无暇不穷，贪欢满心意，穷穷尽是无极，在世间风流下，有强忍之极性的九轮天，因应九轮之愿，故意无数性命，永无意未尽，天意之间至高宽意。其用之为一次太多，不切转境妙闻。我就言归正传，一秒新高级的进行之路，雄塞威胁应该通得吗？应该应该通得，会在进行境界，将素来无高级九轮天即将的进行之，要高级的命。成为帝国，现在天意受宽，由天兄全力指导通道之事，但要进入异界通道并不容易，连通轨人数也有限。以天兄之言，又无彻底对应的六代元素，通道三年左右便能切断，为经之法。只有在三年内，确实以六代灵元对应的元素，让通道永远连接异界，为九轮天夺取性命之源。总帅明邦以玉金轮，甲伊派人执行这件重任，虽然我也交予创帅者为九轮代业，发挥伊的价值。金轮也护兵执行天意护意的使命，偷窃苦境思想，为咱降临应该最好准备。这条应该震动，在模式一下，必然穷怀无助。
今后以主之位开山用归，三天后由建设境界出发完成任务。